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今天稍微来跟大家聊聊一拳超人合作大奖的推荐成员，以及这系列需不需要复制。复制的话，奇遇老师和龙卷姐妹复制数量越多，队伍爽感会提升越多。奇遇老师队的话，奇遇可以自己带个一到两张，加上副队两到三张，其实就差不多了。再多出去就会压缩一些解盾空间。龙卷队的话，姐妹各二就可以了。官方直播红哥的示范队伍就是这样带。最后 King 的话是小奖，要复制应该比较简单一些，可以在奇遇老师队伍里放个两张，捡 CD 可以让奇遇老师机动性提高不少。剩下的话基本上就各一支就好了。接着我们来聊聊队员的部分。那我先讲杰诺斯当队长玩起来算是很痛苦啦，如果要解机械成就的话，还是交给莉莉丝或是斩金时代的奥米加会比较好。今天主要就是和大家聊聊奇遇老师和龙卷的组队方向。奇遇老师主要还是会以英雄为主，画面上会是我常态的一个配置。一来是奇遇老师自己可以无视的盾够多，二来就是这次职业英雄系列做的算完善，解盾能力颇多元化。如果关卡敌技有需要控制版面的话，就把第二支 King 换成银牙。例如说关卡有光伏石连吉林化，那关又必须开奇遇老师的话，就可以先开奇遇老师，再用银牙主动技，然后抓龙卷或吹雪角色猪来把版面撸成水。同理遇到回复颠倒也是可以这样操作，毕竟奇遇老师的光是有艰辛的，整版光下去没带回复归零绝对 GG。 那这个情况也是可以透过一些自家卡来解，只是就吃不到奇遇老师队长技英雄的额外倍率。例如官方直播上示范的前解艾莉亚，艾莉亚除了提供固定版面以外，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增伤，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那都讲到艾莉亚，也讲到控制版面，泳装艾莉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除了有固定版面以外，变身的同时还可以拿来增伤增回。正有观众说泳装艾莉亚可能会变成奇遇老师的专武，这句话对一半啦，没有到专武，但放进去是真的蛮适合的。那如果想要有一点的配置，冥界篇的一趴大奖星矢同样可以入队，变身的同时可以拿来吸伤，这种也是可以挡下无视减伤和固定扣趴数血的敌技。灵魂合作的梦魇卡虚也 OK， 除了控制版面加 C 以外，还可以让奇遇老师追打其他属性，遇到属性攻盾无属极盾或者是反强化的时候很有用，毕竟奇遇老师有自带走路转强化效果，只要你不要五鼠都消到强化猪，总会有一个伤害是打得出去。尤其这对本来就急伤在奇遇老师这个小界王在家追打，要秒掉敌人绝对是没问题的。可能有人会想说，奇遇老师开满版抓角色猪下来一格放掉就不会消到强化了，是这样没错啦，但你不保证天降不会搞你，所以虚仍然是一个选择。而且再怎么样要解反强化，龙卷也还 hold 着啦。那其实奇遇老师要担心的基本上就是控制版面的问题而已，像我刚提到的浮石光连吉灵化或回复颠倒要稍微注意，还有无视减伤但敌人又一波带不走，攻击又超高的怪，可能就是要带一些可以无视减伤的挡死卡，例如钻石达格等等。剩下一些特殊的盾，像是手消无主同 C 十字盾等等，其实都可以靠龙卷姐妹来解。龙卷可以提供排珠转十字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吹雪的话，则是可以把新队长属性变一消，就可以拿来解无主同 C。比较常见的二到五属固 C 拼图攻前，这队应付起来都没什么大问题。主要是奇遇队长既是全牛棚，多数时间是可以针对陷阱去带队。官方直播上放了两只非英雄的卡，十血也还有18万，所以我想组队上弹性是非常足够的。假设真的遇到需要奇遇开招，对面又需要有加护的时候，也可以用引德莱或卡希尔这种可以自己补加护的技能。接着战力的龙卷队长，其实近期稀有的木队队长，不止不会排挤种族，倍率和机体设计上我觉得都还算不错。消到木或星可以无视顾 C， 满血又有减伤，幅度也不小。过往的木队可能会有一个血减问题，要带铁扇的话就要再带个牛魔王来撑血。目前龙卷看起来是没这问题，只要姐妹有一起带上，那个 1.8 倍真的香。虽然队伍技这边会让你觉得有点急伤在龙卷姐妹，但是两倍已经算很轻微的了，所以队员这边不管你要带铁扇来追打或是梅姐来解盾都可以，这两个都是除了妹妹以外的先发队员首选，就看关卡怎么样来决定。梅姐上修之后，现在只要5 C 就吃得到全部效果，5 C 算是一个很基本的数字，不会太难。龙卷队伍既可以提供木星各15的版面，铁扇要打好打满也没问题。如果没有梅姐的话，可以用一张平民神卡叫朵雅，它也可以让木队长无视无鼠，再外加一个追打，只是它就不是常驻。再来是前面也有提到的达格，放进龙卷队也是 OK 的。达格真的是瑞士刀成员，功能非常多，可以拿来解回复颠倒、攻前挡死，刚好都是对应到龙卷不能解的，所以达格同样非常适合放进龙卷队当解盾。另外如果要解锁的话，就把鸟笼带上吧。啊，如果你想把队伍玩得很豪华，也可以把绿谷放进去。最后的话是回廊之主的皓月也很不错，同样是可以拿来破攻前，自身还有一个大界王，再多无视一个拼图盾，还可以把自身转成想要的属性攻击，真的非常实用。真的要说可惜的地方，大概就是 CD 稍长啦。题外话，这系列的专属武装也顺便回答一下好了，现在要选主要就是以龙印或龙符为主。过去大家会选龙印主要是可以跟九峰搭配，但就目前看起来九峰龙克还是很强，只是没有过去那么必要了，所以大家可以这两个二择一。龙符的话还可以拿来绿珠，要优先选也是 OK 的。至于二奖之间的交换，如果你很常玩莉莉丝就留杰诺斯，如果很常玩人类队或木队英雄队就留龙卷。复制的话前面有提到了，忘记的话可以再拉到前面看一下。如果是到别队打工的话就各一就好，不用复制没关系。 OK， 以上简单
要和大家聊一下队伍的配置以及要不要复制的问题。大家对于一拳超人还有什么想法，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